OK，Hello，、okay, 各位观众们，大家早上，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，我是时空主播，我们又回到夜行人的世界啦。来来来来来，有没有看到我钱变很多啊？而且10万多咯，没错。上次开台过后呢，我又自己稍稍玩了一下，对，又想说就玩一下赚点钱啊，不然那个钱真的不够用。然后发现，钱是赚完了，但是我发现，我家好像不够用，对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 go go。但是我觉得，现在应该是铁盔。等一下，我确认一下我的装备哦。那我都已经是二级铁盔了。哦，铁盔不是二级，那把它升级一下吧。用 OK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有最新的装备了，全套二级铁装。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把这全部做出来，这样就可以不用留一些底层资源，就可以卖一卖。但是那要花很大的量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啊，糟糕，六万。因为空间其实有一点点不太够。这已经买了，这也买了。我想要不要直接买一个，再买一间空家，把商店扩大。魔法，这样我可以附魔两个东西耶。加15，我加20，加15，身体真的是加最多的。算了，我还是先扩大商店，因为可以看到我东西其实有点卖不完，所以我先把商店扩大好了。噔噔，扩张。我觉得外观没有差、啊，里面比外面大，那个外观真的没有差的 view。呜，哦，所以现在客人会来下订单呢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我可以放到保护柜，如果民用上到最高级，我可以就上包。哦，我可以放上专门的那个保险箱，哎。那我当然是把里面最高级的东西放到箱子里面啊。等着要去冒险，先把东西都收起来。不知道有没有影响，但是先收起来好了。突然觉得怪怪的。耶，这就可以哦。所以之后会有小偷，其实我到现在还没遇到。两页而已，所以就是因为只有两页，所以我才在想要不要那个嘛。变大了，全身是二阶铁盔了，森林铁装。来吧，继续挑战森林地层喽 ！Go go go！
真的麻烦。是不能随便走，麻烦。这比第一关那个还要麻烦。我觉得第一关只限制我整个空间走位，这还好。然后这直接限制我方向，还会扣生命，麻烦。boss 吧，有一条安全的路，好烦哦！这里应该是安全，然后这里不行啊！哎呀，迟到一下。嘿，躲过。哎，后面还好，蛮好打的。希望等的有史莱姆地层，我不想再过那个有毒的河水。他告诉我有些宝箱可以帮我把东西送回去。这都不知道能干嘛哎、欸。话说我刚拿到的是什么？哦，另外一把。破坏者大件，这价值4000块，可惜啊，不是另外一个选项，或者不是练习大件，哎，来不及。这样不就代表我要走原路回去？哦不，讨厌！我要再给他赌一次哦！哦，这次怎么那么衰？
再给我补点血啦。相对低一点，只有1100啊，这应该我做装备，所以我先留着，对不对？这也没啥价值的东西。感觉高价值哎、欸，树蛋哎、欸，所以这应该是我可以叫小宠物的东西吧？太好了，又一颗蛋，好像都是拿来叫的。刀锋树蛋应该是这个吧？哎呦，差点没他刷到。太好了，破除诅咒。让他什么也比较好处理，遣送回去的。这也可以破除诅咒。多少破个诅咒？然后这个先放进去。我把地板的东西捡过来整理。东西可能还是要卖一卖，这个卖一卖。好，先这样子。补满了。我们还不知道这场恶行的始作俑者是谁，我们的一部分实验森林在森林在继续消失，只剩下偶尔包覆绿色泥石的史莱姆摧毁遍体，被毁遍体。嗯，什么东西？那个翻译怪怪的。哇，太多东西了。这也还没卖过啊，这才100块，这个是要做药水，都要留。花瓣先卖掉吧。哎，好麻烦哦。先打 boss 吗？
太快出来了吧？我犹豫太久了吗？啊，还是我的那个这个东西啊，流浪者护身符触发了，应该是哦。好像打 boss 有点累。怎么往那个方向？变大颗了，喝个水。哎，痛！哦，我一瓶水扛不住一颗果子，哎，痛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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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这只引到隔壁去，它太麻烦了。敲到了，好痛哦！哇，喷光光！我想一下哦，我们再一次好，不然这样好亏哦。再一次好，这样好亏哦。花太多时间在选东西的样子。哦，这个钻呢，陶罐。你看，这么快叫我打王。shit， 被削到，嘿，我过去，嘿，嘿，果然要站侧边比较安全。还没，没有毒我就可以好好打了，这也是毒物，那个毒素对我也还是最大的问题。近身冲撞我，哎，刚没注意到。这该不会能打吧？等一下哦，怎么滑滑的？哇，地牢，等一下。地牢最后再来，嘿，嘿，需求。原来这东西都是玩需求的、啊。
且这边有一个归还宝箱。传送门的地牢，就是我现在身上的第二个物品，这个商人徽章跟吊坠。哎呦，哎，这，我是小史莱姆立大功啊！这是什么？这种有限制的，先送回去好了。战士手甲，这也先送回去。哎，哎，这有毒啊！没注意到。对呀、啊，那到底怎么把身上的东西也送回去？因为它应该可以塞得满吧，所以我身上包包应该可以增大吧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增大。因为它这样就回去了、啊。这样浪费空间呢、欸。OK， 刚刚再打一场官司。战士手甲感觉是靠大量的那个晕眩来。靠大量的晕眩来阻止敌人进攻的，各有优缺。哦，哎呀，可惜。好，血不满了。流浪者还是不能玩呢、欸，太危险了，猫一下就直接下去了。那流浪者也是还是大问题。太强了。还没习惯之前，我还是先用。哎，歪了。翻过头，浅色的这个还好处理，重点是深色的。
啊，我好像不应该这么急的把他的诅咒消除掉。真心认为神器无用啊！我是哦，还好也没怎么路走了。我想我是不是太快走到 boss 了，就也没路走了。好吧，训练短剑，太好了，这样就不用自己做了。哈、啊、哈，欺负你，欺负你，嘿嘿，开心。没有掉东西。下好了，哦，又是战士手甲，哎，今天怎么一直拿战士手甲？再说神器，可是神器不是不能代理那个吗？地牢吗？那些所谓的神器不是不能代理地牢吗？为什么我能把它带走？还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方式可以把神器代理地牢？哎，对哦，如果我把神器放回送回家的箱子能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下次浪费一格试试看。哦，正面直接。啊，这有毒！快吐出你的叶子！放回去。这个我记得蛮贵的，对，这一定比这个贵。这也是破除哦，这个要送回去。哇，可是这个没办法送回去。那啊，我知道了。
不能先这样子啊！哦，不行，一定要在包包里面才会作用。好，等一下哦，这太麻烦了，这是摧毁的，先卖回去。要带回家，哇，可惜了。这个我记得也没啥价值。这有2000，这有2000，这个呢，这也是2000左右，这都差不多啊。遣返箱子过来，可惜。好哦，身上的东西又要卖喽。水嘞，哇！可以可以可以，现在这个应该没问题。白木又要来乱我场了，这900，四个这也900多块，不行，这一定要带走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植物栽植，我刚看成石头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卖掉吧，卖掉吧。我想一下，我没有水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贪不贪不贪，回家回家，回家喽。
今天不贪，我们不贪，刚刚贪的美好下场，今天我们不贪，我们赶快回家。耶，来了，耶，多一个小宝贝，这个，哎呦，不止一个哎，这边一个，吐出叶刃，产生锋利。哎，之前可是这比较好，这个昏迷真的很好用。昏迷我觉得真的很好用。哎，我现在注意到还是晚上哎，代表我们可以再跑一 round 哎。太早回来就比较快吗？其实我有点不太懂他的时间机制，说哎呦满出来了是吧？对，我明明就那么多格，怎么可能满出来？对，我明明就这么多格，他为什么会满出来？训练短剑，哎，这样我是不是两组训练短剑啊？对，这样我两边就都可以做了。哎，我还是开到同一个。那这边也还有一组哎，哎，太好了，那训练短剑那一系也就完成了。来吧，竟然还是晚上，就代表我们可以再挑战一次地牢。去买水。啊，什么时候可以换个包包呢？村长。是已经有了吗？为什么要亮惊叹号？不在啊！还告诉我他有新的东西贩卖。洗碗筷才有香新的箱子，这两个比较重要，旁边这还好。换一下好了，玩一下嘛。你后面带一个小跟班，这真的很可爱。一样，我们就想办法。现在目前最远是走到第二层嘛，对不对？看能不能走到第三层。而且第二层不对哦，第二层我 boss 还没打完。哎，哎，哇，出师不利。第一个房间我就把护甲消掉，我还掉血，天哪，出师不利。奇怪咯。哎呀，可惜！
消到了一下，下面有什么东西？哦，遣送宝箱。治愈药剂系统。这么准啊，反弹高打到我身上，算得好准哦，天哪。切不到那个叶子啦。我要砍这个东西啦。已经满了哎、欸，你要可是已经打完了，送回去吧，有点可惜。对哦，刚忘记先走下来。所以下面是挑战啊，对对，不是通道。刚忘记先走下来，我觉得下面是通道。保险，保险。Thank you.
会诅咒。既是很高价的东西，确保他们没有带回去。哎呀，中毒了！剑气，这样子呢？不行。哦，可惜，具有中毒。哦，不是，它会造成轻微地震。OK， 啊，这还是不能带出去啊，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它送出去。我还以为是可以透过这个破除它的诅咒，好吧。不行，再给我一个遣送宝箱。痛！死掉了，好吧，回小镇吧。今天累了，呵呵，后面这一趟明明就不应该死的。哇，好久没看到这画面啦，又被吐回来啦。哎，累了累了，哎呦，这可以打哦，好像不会掉东西是真的，好吧，好啦，今天就在失败的状况下告终啦，只能说，哎，远程攻击是有好处的，但是史莱姆还是比较强，我觉得，之后试试看这东西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子，感谢各位的收看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，不妨到 Twitch、YouTube、FB， 在这些地方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追随。想看更多其他影片，可以点旁边小框框。目前连载的就是《夜勤能歌七日杀》战争之王的部分。那等等一样会先把东西卖完再关台。那就这样子，感谢各位游戏实况机，我是实况主编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